右手受伤的光芒队游击手法兰科将回小联盟进行复健赛。红雀队球星普欧斯写下历史，离生涯700轰里程碑只差11轰。国联东区龙头大都会队本季缴出75胜30败，有望于9月初分区封王。红袜队只花了2小时15分就击败洋基队，创下本季最短比赛纪录。德州少年足球队教练麦克西克蒙不幸在球赛中遭枪杀身亡，且嫌疑犯之后自首投案。东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，请至当地 Toyota 经销商询问 We Make It Easy 活动，获得可靠的优惠。